家好啊！時間已經嚟到7:21啦。咁啊，依家我咧就出發去緊大球場啦。今場波咧由呢個香港主場對緬甸啦，咁係香港3年嚟嘅第一場主場賽事嘅。咁係即係3年都冇波睇啦。大家知啦，疫情啦，咁啊都呢啲防疫措施係唔會有外隊嚟啦。咁所以3年嚟先第一場搞呢個友誼賽。咁香港對緬甸啦，咁啊首先講下啦，香港係排第147位啦，咁緬甸係158位，咁排面上咧係香港咧係好似高過緬甸少少啦，但係對賽往績嚟講咧，就係香港係輸蝕過，原來香港對咗緬甸12次，咁啊贏得3場嘅。7場是輸波嘅，咁大部分輸波咧都係1960幾年啦。當時原來咧緬甸係一支強隊嚟嘅，當時咧緬甸係喺東南亞都叫係攞咗幾屆嘅冠軍。即係大家如果依家嚟睇咧，就東南亞係可能泰國啊或者越南啦，一定要講啦，係進步得非常之多啦。咁一定要講呢兩隊啦，咁緬甸都係比較啲可能2-3線嘅東南亞嚟講，咁但係香港對住佢都係冇乜優勢嘅。咁依家就嚟行到去大球場啦，咁啊，我哋可以去睇下嗰啲人群咁樣，係都 OK 嘅，唔係咁逼呢個時間。可以排隊啦。咁啊，排緊隊冇乜嘢做，又傾下偈先啦。咁啊，今場入場人數一定係比之前啲友賽都多好多噶啦。咁啊，根據13哥嘅記錄啦，咁香港嘅友賽咧。最高入場人數咧，喺近20年嚟講係巴西嗰場啦，有23000多人啦。咁啊，對阿根廷嗰場都有20000人嘅。咁之後已經去到對巴拉圭嘅6000多人。咁啊，今場好大機會做咗第3啦。咁所以今場絕對係因為3年冇波睇，冇呢個主場體驗，入場人數係突然間多咗好多。咁俾大家一個 reference 啦，就係平均嚟講咧，有賽係3-4千人入場嘅，咁今場一定係多過呢個數噶啦。
喺後場啦，咁啊我埋啲啦，因為今日唔記得帶呢個麥，咁所以半場係0-0啦。咁我首先想講下呢件波衫，咁啊好多謝 RSB 嘅送俾我啦呢件波衫，咁啊依家非常之珍貴，想要呢件波衫都係冇。呢啲就係食呢個現場嘅氣氛啦，咁啊。呢件波衫係冇嘅，但咁呢件都唔係最新嗰件㗎啦。咁因為可能佢平時係印得可能一版係印2-3000件咁啊，即係冇諗到有咁多球迷想買咧。咁所以依家係大家可能要真係買咧，就係要出高價咧，係向其他人收購呢件波衫啊。咁講下半場啦，咁0-0嘅賽果，咁啊其實有啲可惜嘅，咁啊香港係完全係壓住緬甸嚟打嘅，緬甸咧係完全係零攻勢、零射門，咁香港咧喺呢半場咧係好多機會，尤其是上半場早段咧係有多罰球嘅，但係咧係完全把握唔到啊。壓力是欠奉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啊，要下半場可能都要考慮一啲調動啦。咁啊，如果要撕破呢啲密集防守咧，就必須要加快個傳波節奏啦。咁咧，希望緬甸嘅體能下降之後，香港會有更多機會咯。整體上嚟講，半場嚟講都打得 OK 嘅，係把握力嗰方面係差少少咁樣。咁我依家帶大家行下個球場先。咁暫時乍眼睇咧，我估計咧就10000咧就有機會。如果要放啦，翻嚟而家。咁可以影相啦，呢度同嗰啲球員紙板。咁球場中場嘅時候都播下唔同嘅歌曲啦。上面呢度斜路上去呢就是去上面那層啦，咁我哋繼續行啦，去睇下呢個紀念品呢個銷售區，話好多人，比如幾百人喺度排隊，咁啊相信如果佢依家咁樣排隊法呢，買唔到紀念品㗎啦，去到下半場開始都未買到。咁我哋嚟到呢個103區，就係所謂嘅主隊球迷站立打氣區啦，103-105區啊。咁啊，球迷組織香港力量同埋波台黐線佬等等咧，都會喺呢度搖旗吶喊助威嘅。咁啊，繼續行下啦，睇下。咁啊，樓梯呢度咧都企咗唔少球迷喺打氣區。咁如果各位黐線佬，是想企喺度咧，氣氛好啲咧，全場咧喺度嗌咧，嗌到失聲咧，就一定要嚟到103-105區啦。咁啊，依家好多球迷咧係嘗試繼續湧入呢個球迷區度。
緬甸有一兩下零星的反擊，場波大家中框的次數是非常之少的，香港亦都是一樣非常之少，埋門是欠質素的，亦都攻勢是欠鋭利的，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今場波有12,264個球迷入場，亦都是這個友誼賽的第三高，亦都是僅次於伊朗那場13,900多人，一個很理想的入場數字。其實呢今場呢雙方呢的陣容都是不完整的，剛才說香港這邊外流的球員是全部沒有入選的，包括中超的幾位。緬甸方面都有啲球員因為政治因素啦，同埋海外嘅球員佢哋都係冇入選嘅，咁啊雙方都唔係最強嘅陣容。咁但係呢場波就好明顯喺缺少一啲譬如安永佳啊呢啲支點啊咁樣。香港唔係冇機會，但係轉化唔到入球咯，射門啊經常都係唔中框嘅，呢個是一直以來的問題，需要改善，如果想在亞洲杯有一番的作為。我想說一下這個成日都有球迷說的香港聯賽、香港足球的水平。我覺得香港足球的水平一定是不高的啦，一定會有些誤傳啊這樣。咁聯賽水平都係一樣，咁一定冇可能有歐洲波咁高水準㗎，但係娛樂性嚟講呢都唔係冇嘅，娛樂性都係有嘅，歐洲波都會悶嘅，咁即係如果大家係睇，如果為咗娛樂嘅
咁係入場係絕對係好事啊！即係大家某啲波嚟講都係精彩嘅，咁當然某啲波可能比較悶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但係譬如聯賽嚟講，你咪可以揀啲波嚟睇咯。咁雙遊對嘅對決會比較精彩啦。咁雙遊對下遊嘅賽事可能會比較多入球嘅，亦都唔會悶咁樣。舉例嚟講，譬如南區嘅波，咁南區可能對住強隊係比較精彩嘅，打防反佢哋好有一套。咁大家可以揀嚟睇下咯，即係可能你最中意咗香港嘅足球嘅賽事咯。咁啊，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人話香港聯賽依家十隊咧係太多啊，因為呢個大家嘅競技水平咧係比較參差，上游同下游。咁我唔能夠否認嘅，咁一定係有啲參差嘅。咁但係咧，我諗每個國家啊，佢哋嘅聯賽水平都唔係全部對數得咁高嘅。例如馬來西亞18隊，咁18隊其實馬來西亞足球水平同香港嚟講可以話差唔多啦。咁亦都冇可能容納到18隊咁多啦。上游遊佛同下游嘅差距係好大嘅。咁例如大家講深水埗係輸咗俾傑志10-0，咁嗰場波係話分野好大，咁我承認嘅。咁但係我想講咧，英超近幾年咧都係有幾場9-0啦，包括修咸頓輸9-0啦，里斯特城又輸過9-0啦，搬尼茅夫都試過喺今季輸俾利物浦9-0。咁我想講嘅就係深水埗係新星班，必須要係用時間去熟習呢個港超嘅節奏，包括重返港超嘅球員都需要。咁啊，可能呢幾個月都會係好難過深水埗。咁但係我深水埗嘅球迷，我相信都會繼續支持呢隊波啦。咁啊，區隊更加值得大家球迷支持啦。咁我覺得聯賽有10隊、12隊係正路嘅，因為如果你能夠多啲去參加亞冠嘅賽事，將成個球員去亞洲賽學習，球隊繼續去努力去搞，因為亞洲賽你係會有多啲收入啦，亦都令到球員知道話我踢到亞洲賽，啲外援都可能係因為亞洲賽先入嚟踢波。咁所以聯賽水平係踢多啲亞洲賽係絕對好事啦。你唔好話縮到5-4，有人話喂流浪南區李文東方傑志就不如自組聯賽，其他就執咗佢啦咁樣。咁呢啲係即係我都唔想理會，因為你咁少對數嘅時候，你可能一隊波20個人，你得100個人。可能平時減咗啲外援，得幾10個人俾教練揀入港隊，咁呢個係對香港足球係一個好唔健康嘅情況嚟嘅。一定要做大個 pool， 大家即係進步係必須參加亞洲賽嚇，唔係話即係我哋去亞洲賽又唔夠打，個水平聯賽水平大家競爭唔夠激烈，就減少啲隊數，呢啲係倒行逆施嘅。我哋頭幾年一定係大家差距比較大，咁就要慢慢熟習個水平，香港足球水平提升。咁啊，大家希望聯賽競爭力會提高啦，因為亞洲賽一定個速率比較高。香港球隊、香港球員必須要去經歷呢啲嘅歷練啊！我諗香港足球係好需要香港球迷支持啦。如果香港人不支持的话，那没人会支持香港。那其实大家如果觉得香港联赛未必那么好看的时候，大家看香港队先，因为香港队一定气氛好一点，速率国际赛事都会高一点。所以就大家看香港队先会是一个好的 opening。大家入場啦，感受個氣氛啦，咁你就可能拉埋啲朋友，咁你就會好開心噶啦。你會哇，你個氣氛咧，你會可能會好難忘噶啦。最後咧，最後我想講嘅係最後一樣嘢咧，就係
嚟緊亞洲杯六月舉行，咁啊三月我哋會有國際賽嘅檔期，但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三月國際賽呢個檔期咧，只係得兩場波俾我哋踢。咁我哋會唔會考慮喺十一月世界盃之前會約啲球隊呢？賽期係會唔會難調動呢？我唔知道。咁但係如果呢個唔得嘅時候，會唔會喺呢個賀歲杯係揾啲球隊比賽呢？因為賀歲杯呢、這個我哋香港防疫政策開始開放啲啦。咁我哋有條件去請到一啲球隊嚟比賽，咁香港亦都好需要係多啲磨練。咁之前呢、這個有傳媒報道就話丹麥國家隊係詢問我哋會唔會可以嚟香港踢波啊？咁既然有隊伍係想嚟，甚至丹麥國家隊喎，咁點解唔好好安排呢？絕對有呢、這個。即係時間俾我哋去安排啊，賀歲杯整一個四角賽咁樣，丹麥可能未必派到佢最強嘅陣容嚟，咁但係如果佢派 B 隊嚟講，其實對香港嚟講好大嘅磨練啦、啊。都香港係需要踢多啲波嘅，啲國際賽期係要好好利用啦、啊。唔係你喺亞洲杯好難有咩成就，唔好講成就，你去即係你對波都唔夾嘅時候，你就好難打。咁我建議，如果可以嘅話，喺賀歲杯可以試下揾啲中亞嘅球隊，例如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呢啲可以考慮。西亞嘅都可以，例如約旦、阿聯酋等等。咁佢哋唔會係亞洲最 top 嘅隊伍，咁有機會都會願意嚟到香港。尤其是某啲國家嘅聯賽結束咗咧，咁佢哋都有機會嚟香港參加比賽。咁如果可以咧，就都應該需要係作客。有啲主場有啲作客係好嘅，可能賀歲杯係主場啦。咁啊，另外六月某啲時間係作客啦，因為你都要去慢慢熟練作客呢個氣氛。咁啊，全部主場亦都唔係咁健康嘅事。咁啊，差唔多大家啲球迷走曬噶啦，開始陸陸續續。咁啊，今日0-0嘅賽事，咁慢慢磨練啦，都係需要。咁希望大家多啲入場啦，嚟感受下氣氛啦，可能你會愛上香港嘅足球啦。咁今日去到呢度先，拜拜。